按时打卡看起来是一个结果，但其实是一个行为。他的行为没有对他的能力提升、人际交往以及他的经验获得了提升，这是一个无效的行为，叫职场无用功。也就是说，我弹性也好，不弹性也罢，其实对我毫无益处，对，没有收益。但是我们看，如果他同意弹性上班之后，他会获得两位这个同事的好感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他还可以跟经理再次沟通一下，他是否需要啊弹性上班。最重要的是，他能够获得工作的经验。我觉得实习生不是来打卡的，是来赚经验值的。这是很理性的部分。不同意，我不完全同意。我觉得员工在职场初期更应该规范他的过程，如果他的过程都不 OK 的话，你很难去控制他的结果。我换人设了。对呀、啊、男的太多了，对不对？我也觉得是。说实话，这个题目我其实挺分裂的。同行内卷，我给你们翻译一下、啊、对，非常卷、嗯、这是不想做我们的姐妹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是这样的，就是我觉得哈，一个公司如果因为一个实习生而影响到老员工的一些行为，本身这件事情也不太 OK。 因为春雨老师刚才讲说按结果嘛，其实结果这件事情一定是要按照过程去倒推的。他整个的他的工作的行为规范、过程规范都已经现在还没有打磨得特别好的前提下，你直接用结果考核他本身就不太现实。不对，你这个话就不对，你绕了半天都是废话，没有道理，对吗？我们做事最重要的一件事叫以终为始，我们到底来干嘛的？我做的每一件事、每一个决策、每一分钟都服务这个目标。打卡这件事很显然是一个姿态做事的时候，他是一个职场新人，他很难去承担一个真正的结果，他只是所有的工作环节当中的一个环节。没有任何人让他承担结果，他要做的是陪同结果，协同这个团队。他协同的过程当中，这就是一个结果。我只能说，现在举着红牌的人，你没有真正的在市场部干过，没有带过一线团队，交给你们都得做。怎么可能？我在市场部干了十几年。那你的业绩一定不好，所以你今天不要人身攻击好不好，所以你今天干到人力资源了。业绩不好也不会做到现在。跟你没关系，别插话。哎啥呀？听我一句，咱不争。现在出现了平票，当舞台上八位企业家出现平票的时候，接下来我们要先请企业家做最终的确认。来，红色继续上班，蓝色弹性上班。4-4，打平。根据我们的规则，当八位企业家出现平票的时候，人力资源专家，他们这一票将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。接下来我们也请人力专家做出最后的选择。我们最终的选择是弹性工作。5票同意弹性上班，继续打卡。4票。田小飞啊，你说你多烦人，就你一打一卡摁个手指的功夫，我们这通吵啊，我就觉得啊，也不知道是你帮这家公司还是这家公司帮你。之前我们播出以后，很多观众私信我们，钱小飞多好一孩子，你是让你们老板给霍霍的，横垄地拉车，一步一个坎儿，命运多舛。所以我们节目组痛定思痛，我们觉得还得让小飞继续喘下去。那么既然同意弹性上班，咱们就看看在这样的选择之下，小飞接下来会面临什么。算了，我还是听鼠哥跟天真姐的吧。鼠哥，天真姐，要不我还是跟着你们吧，不按时上下班打卡。哎，但是项目能不能现在就带着我呀？我也想跟你们去。鼠哥，你同意吗？我觉得可以，这样咱们还多一个人使唤。也对呀，要不咱同意？同意。哎呀，小飞啊，嗯，没问题，我们答应你，不过你可不许先累啊。你放心吧，鼠哥，我绝对不喊累。行了行了，我还有点事儿没忙完呢，先走了啊。好，慢点，天真姐。好嘞。喂，啊，对，我是李叔叔。哎呦，张总啊，啊，好好好，没问题没问题。好，那就这样。哎，小飞啊，哎，现在我这儿正好有一个项目需要你。真的吗，鼠哥？嗯，哎，你也别着急，我呢先教你一遍，等你学会了之后啊，咱们俩一块儿去找他谈。啊，行。那咱们开始。开始。哎
可以呀、啊、小飞，这么快就学会了。行，我这头啊还有点事儿，你拿好这些资料、啊、你去那等着我、哦、咱们一会儿见。行。太激动了太激动了。看我自己的板。我提前早到了30分钟，哎，没事，我在这儿等等鼠哥。哎，还有时间，要不然我先给我妈打个电话。喂，妈，我跟你说啊，今天我跟鼠哥一起出来讲方案，具体的事情等我到了我再跟你说。嗯，行。哎，对了，妈，你今天几点钟的飞机啊？哦、9点。啊，行，没事，你放心吧，我绝对能赶得过去。嗯，你给我准备什么生日礼物了？啊，我不听，我不听，我不听，你先别跟我说，等我到了再跟你说啊。行，那我先挂了，我先忙工作了。嗯，行，拜拜。嗯，鼠哥怎么还不来啊？我给他发个微信问问吧。鼠哥，我已经到他们公司这儿了，你到哪儿啦？非常棒公司，哎，可以进来了啊！啊，行，那个稍等一会儿，我同事还没来呢，快一点。啊，行，我打电话催催他。嗯。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这电话怎么打不通呢？哎，你们还讲不讲了？啊，讲，但是我同事还没来呢。你不是在这儿了吗？你去讲啊。我。张总还有其他的事情呢，他一会儿要去赶飞机，你们要是再不去的话只能约下一回了。啊，那个别，您稍等我一会儿，我打电话确认一下啊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，请稍后再拨。哎呀，这电话怎么就是打不通呀，这怎么办呀？要不然这个方案我去说。哎呀，不行啊，虽然鼠哥给我讲过这个方案，万一我把这个方案讲砸了怎么办呀？哎呦，也不行啊，我要是不讲的话，那这个项目黄了怎么办？鼠哥会不会怪我呀？哎呦，我到底该怎么办呀？嘿，我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。来，我们先看看企业家怎么选。蓝色自己讲方案，红色继续等待。